是希望赌它就是说掰开以后里面那个颜色它那个就鲜活一些。如果这样混合的好的话，这块石头的种子再加这种颜色的这种鲜，然后再加红的话，就那个叫高冰山材料。一个冰的那种效果跟色融到这个材料里面的那个感觉特别好，就是种水的提升很大，黄的效果也提升很大，对，然后色其实也在变得越来越鲜了。原来困在这里的时候就还没有感觉好像色是沉在里头的，翻不出来，那切完以后它色是全部跳出来释放出来。原先是会按照这个面一直切的，切到这里就开始停了嘛，因为就是它色的飘的那个方向不一样。第二个就是对它那个侧面的有一条马压线，也特别特别的明显。如果是按照这个面再切的话，意义不大啊。我们稍微就理完片以后，它又升一级。因为原先是糯，现在是冰，原先是冰，现在是高冰带山材。石头没有剥皮的时候，它是想象力是最大的，插一个窗口了，然后就开始就揭秘，再扩了就再揭秘，你只要开刀了，其实相对都比较明确了。它好玩就好玩在没动的石头上面，大家都还抱有一种想象力在里头嘛，